今天收的一个包裹哈、啊，从台湾寄来的。打开一看，是徐乐悟老师编著的《古人名人命界》一书，封面上写着：“机缘起于人事，成败定于命运。烈运之中非无好机运，急运之中亦非无失败事。然而塞翁失马，安知非福？”翻开书都是古今名人的命界哈、啊，慈禧、宣通、孔子、颜回、汪精卫、吴佩孚，有一页专门是乐悟自造，就是作者徐乐悟自己点评自己的八字。他说：“从前未解命理，请术数推算，但他们算的都不满意，于是发心自己研究啊。等闲白了少年头，空悲切。”且容把这本书仔细读一读，给大家慢慢汇报。